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鲜奶呢，它的这个保存时间啊 ，FX 是保存时间，会呢因其储藏温度而有所不同。X 呢是储藏的温度了，当储藏的温度是 S 度 C 时哈，可以保鲜的时间呢是这么多，其中 KA 是常数了。哦，已知呢，右图哈、哦，这个图的话哈、哦，是 y 等于呢 f(x)，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图形呢、哦、是这个，它的部分图形呢、啊、哈，第一个它要你求什么呢？求 k 跟 a 啦，那我就把这两点坐标带进去，就可以解出呢 k 跟 a。哦，当你呢 x 哈、哦、带那个x 带0的时候。这个 y 就 f(x) 嘛 ，y 的话等于200，也就200哈、哦，等于 k 乘以 a 的零次方。好，当你 x 等于24的时候 ，f(x) 等于25，25呢等于 k 乘以 a 的多少？24次方。好，那我现在呢给它除下来了，哦，一除下来的话哈、哦，100除以25是4嘛，200除25是8。八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a 的负24次方啊，这就约掉了嘛。那这一除以 a 的24次方的话是 a 的负24次方，这多少？这等于 a 的负3/8/24，还是8，这3，这个呢是2的3次方，哇，这指数一样嘛，所以底也会一样，也就是说哈。a 的负八次方哈，这是等于2。a 的负八次方等于2，那也就是说哈，这个 f(x) 哈，那 k 呢 ？k 的话把它给带回去嘛 ，k 的话等于200，哦，因为 a 的零次方是等于1嘛，所以 k 是200。也就是说哈 ，k 是200呢，那 a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a 的话哈是等于那个2的负八分之一次方啊，哦，两边呢开那个开负八次方嘛，哦，对了，这样的话是八分之负一次方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现在的话呢，这个他现在问什么呢？问说哈，这是第一小题哈。第二小题的话，他是问说什么哈？问说如果室温呐、啊，就是这个 T， 这 X 哈，如果是等于32度 C 的时候了，那保存时间就 F 就是 Y 了 ，Y 就 F(x)， 那 Y 的话等于多少哈 ？Y 就是保存时间，这个就等于呢 ，K 是200了，它乘以多少呢？A 的话是2的负八分之一次方嘛 ，A 的多少呢 ？X 32度 C， 哦，八是32，所以这个是200乘以哈、哦、2的呢负四次方嘛，哦，八是32，所以这16/200，那约掉4嘛，四十六，四五二十，哦，二得四，二五得四。所以是12.5小时，也就是说哈，你在那个这个鲜奶哈，在常温32度底下哈，它保存的时间是12.5小时。